性感蕾丝长洋装，木卫带来经典老歌，立刻让全场惊艳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爱情的香气，我以为不露痕迹，思念却满溢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婚后鲜少在荧光幕前出现的木卫，参加大陆进唱节目和素人 PK， 不仅演唱自己拿手的曲目，甚至还挑战从来没唱过的网络神曲。古董马甲化身女王巡山去，精心改编融入 Michael Jackson 的元素，同时加入末世特色，把歌曲变得妩媚又霸气，让大家惊觉原来木卫唱这种歌也能很对味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。1997年，木卫以一首《他不爱我》唱响华语乐坛，独特嗓音唱腔很快受到瞩目。歌声具有疗愈人心的魔力，他唱情歌不走撕心裂肺路线，淡淡的唱着却能触动人心。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，而被想起的究竟是曲曲不完结，举手投足充满风情与自信。女人眼中木卫是时髦时尚，男人眼中的她则是性感女神。不过更多的粉丝最爱的还是她的歌声。那是因为爱的意义，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，每个念头都关于你，我想你想你。就是这种末世情歌魔力，让她二度摘金，拿下金曲奖最佳女歌手。除了能唱会唱，木卫更喜欢挑战自我极限。哇，这次我要出大招了！哇，好多东西啊，都是我的秘密武器。我准备了秘密武器，然后就是要练一下的，就熬夜练了一下。热裤原本以为要来个性感热舞，他却霸气跪地弹古筝，看似不搭嘎的组合由木卫来演绎却超 match。 We don't love anymore, almost out of it for who, we don'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。 改编欧美金曲唱到一半，曲风突然转变，直接和中国传统昆曲接力混唱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这个真的是昆曲他们用的扇子啊，因为我今天我们在苏州嘛，我就啊想到我们可以放苏州的昆曲的元素进来，是这样的。大碗混搭风的新潮昆曲，木卫都能轻易驾驭，毫无违和感。节目中他总能带来惊喜，或抒情或摇滚，通通难不倒他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夜空中最亮的星都请照亮我前行。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最重要
就是表演的这个是彻底的 enjoy。 每一次登台，孟蔚都费尽心思，演艺圈闯荡24年，这位金曲歌后不容许自己停滞不前，赌上歌手生涯，接下挑战，还有雄厚的歌唱实力巩固天后地位。